屏东九如乡与麟洛乡两乡镇的大圣寺王爷奶奶回娘家历史超过200年，每年大年初二，王爷奶奶除了返回麟洛娘家并出巡七村绕境外，更为新生儿挂起龙凤灯，庇佑人民来年平安，并于元宵迎回九如三山国王庙。过程不仅有许多民俗记忆团前往向王爷奶奶致意，也吸引许多乡亲前往到老街。传九如三山国王庙里侍奉的大王爷，200多年前清嘉庆年间与麟洛乡的民女徐秀桃成婚，让九如麟洛两地居民结为母舅关系，促成全台独有的王爷奶奶回娘家宗教盛事，也代表闽客族群和解、共存、共荣的意义。乡的三山国王庙在民国93年被列为限定古迹，而这传承百年的习俗九如王爷奶奶回娘家，在2014年登录为限定无形文化资产。过去3年庙运在修复期间，王爷奶奶回娘家盛事受到场地限制，今年场域文化氛围更胜以往，也让这难得的文化民俗活动更加丰富精彩。屏东秀博体育相思采访报道。